相声《夜行记》由中国广播文工团侯宝林、郭启如合说。我最爱听您这个曲艺。是啊，哎，爱听。您爱听曲艺。对了，这么说您是常听啊？最近啊，最近不听。您不是爱听吗？爱听是爱听，受不了这限制。嗯，听曲艺受什么限制啊？头样说。这剧场里不让抽烟，我受不了。哦，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啊？还这个钟点就是受了吗？这是对呀。怎么？您想啊，台下观众要全都抽烟，好几百只小烟筒，大家一齐熏，那个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？那是这么说呀。嗯。台下人多，台上人少啊。哦，应该少数服从多数。嗯，这不行，这是公共秩序，大家都得遵守。对对，哎，这还可以啊，还不让乐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听相声不让人乐，什么罪过？啊，您说听相声不让乐啊？没这个事，没这事。你刚这么一乐，后边那位是受了。当然他打直不完全对呀、啊、他是把后头的词啊听不见，所以啊这不限制吗？怎么限制啊？限制我不听啊。嗯，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。没有受限制的地方。没有啊。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，挺平的马路，他不让你走啊，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。你说这不没有的是吗？您在马路上走啊？啊，那哪行啊？怎么？那马路上是为走车的，我没拦着他走车呀。您想，那么些个车，你跟你一块走，要把你撞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心里有底儿啊，我准知那开车的像不敢撞人。专辑敬请关注、哦。开车都不敢撞你，你就故意拦着他，那么万一要把你撞了，那不就晚了吗？这还为我好。那是啊。那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，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。怎么了？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啊？站着就嚷，哎，变道走，变道走。哎，我有名有姓没有？人知道你是谁呀、啊、我知道喊谁呢？那就是喊你呢。哦，我姓变，叫道走。你这叫什么人呢？所以我现在不愿意出门啊，没事不出门，有事出门我就坐车。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走去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你说坐车不是？嗯，照样生气。怎么？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，嗯，我一看那还差半点钟。哦，得了，坐公共汽车吧。哎，到汽车站那一看呢，正好有辆汽车。你瞧，卖票的刚要拉门，我一伸腿儿上去了，他车开了。那就等下趟吧。不行，我得追趟。你追汽车干什么呀？我鞋在上边呢。谁让你这样伸腿的？站住站住，我鞋在上边呢。汽车站住了。没有，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。你呀、啊、得认干净，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。你说这多可气，把鞋提上，我说回来再等一趟吧。嗯，到那儿一瞧，是好，又站上八个人了。那你挨着半下排呀、啊？我排第九啊。啊，那我这鞋就白追了。谁让你追去了？排位不能排第九呀。你排第几的呀？头一个。头一个。嗯，那人家答应吗？你得跟他解释。哦，怎么解释？哦，对吧？你在这儿等车啊。哎呀，走运啊。嗯。赶头一个啊，车来了你得先上了是吧？嗯，那你来得早嘛。可实际上我来的也不晚，刚才我是追鞋去了啊。看这意思，车来了应该让我头一个上，这都不像话。哎，我说完这话，那个人他冲我这么一乐，同意了，后边去白说了。我一想，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。哎，对对，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。好好好好，让你头了、嗯、我站后边这就行了。这也不行。那怎么后边又有人喊？喊什么？别下线。嘿，你就站他一人后边了。我一想，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没涵养性。什么叫没涵养性啊？我再跟别人解释。你还解释呢？歪个对付。嘿，
倘若有那心肠软的，我就娶家那儿了。你这个瞎耽误功夫，哎，对付半天，结果呀，家哪儿了？一个不让。你本来嘛，你又没带小孩，干脆往那儿排第九去。我要排第九，我要好了。你排36我了，怎么36我了？在我对付这功夫，后边又来27个。谁让你这穷对付来了？等着吧，一会儿车来了，大伙儿就上，正到我这儿。嗯，卖票的一拉门，上不来了，等下趟吧。哎，就瞧这倒霉劲儿，是跟你经磨分吗？没关系，再等一趟。嗯，再等车来了，我得先上吧。这你也不必骄傲啊。谁再跟我对付，我也不让啊。谁跟你一样啊？点根烟抽。瞧见什么了？风，栗子都来了啊。嗯。小子，来半斤栗子。哦，大个的啊，来吧，啊，不管送。等着，我拿栗子钱，回我还站这儿。这是干什么呀？省得回来他矫情。啊、谁矫情啊？把栗子拿回来，抽了半根烟。车来了，现在汽车多，几分钟就一趟。我头一个上啊。嗯。刚一卖腿，卖票的说了、嗯：“同志，把烟卷掐了。”哎，车上不能抽烟呐。嘿。得亏我买栗子了，也不能吃带皮的，吃也不成。嗯，那站着我下去了。哎，不行，车没到站呢。哦，我这被管制了。你这现况啊，你说这不是生气吗？这不行，好容易到地方了。嗯，我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，这多新鲜呢。我给你四半拉报销。你还报销呢？哪儿报销去？我就为让他费点事。你这什么行为呢？我一看车站那大表，都过了5分钟了。嗯，我撒腿就跑。别跑啊，我有事啊。那也不行啊，正跑着呢，对面来个三轮，正冲我来，往旁边一侧身，后边滴就来辆汽车。站着吧，我准知他不敢撞我呀。嗯，仗着我腰腿灵活，垫步灵腰，噌过去了，趴下了。汽车呢？站着了。这多悬呐、啊！好家伙，离我还10多远呢、啊！哎呀，把开车的吓坏了。那还不吓坏了？他跟我还挺客气，说什么来了？你不要命了？这是埋怨你呢。哎，同志，态度好点啊！人态度倒不好了。谁让你开这么快，差点撞了我？哎、警察过来了，他向着开车的。人家有理吗？你看你跑什么？这多危险！下次留点神吧。哎，走吧。呀，他怨我？我不是怨你吗？到车站一瞧啊，嗯，人都走光了。那你接的人呢？白接了。你瞧，到家我越想越生气。嗯，走道受限制，坐车也受限制。这不叫受限制，总归怨你的不对。一赌气，嗯，买辆自行车。哦，花了这整这零，280块，28块。28块钱您就买车呀？买轿子？那能骑吗？哎，你别看花钱不多呀、啊，车还可以，骑得过。反正跑起铃不响，剩下哪儿都响。这车都要散啊，知道知道啊啊！带几根条，打个卡子，弄2块炸皮，虽然不太灵，也凑合。哎，那可不行，那、嗯、个自行车那个闸是要紧的。嗨，就那么回事儿。那铃儿修理好了没有？铃儿，嗯，铃儿不响不响吧？怎么？省得吵得慌，这像话吗？你这车骑的都多危险呢、啊！那好在我骑的不快呀、啊，啊，别看骑我们家到劝业场就得10分钟。您住家在劝业场附近呢？不，观音号不，由打观音号到劝业场10分钟。啊，马路那么些个红绿灯，嗨。他那天也是特殊情况。怎么特殊情况？我为是赶场电影。你看电影你干嘛赶场啊？到光明社那儿看电影啊，2:40那场、啊、那是头一场啊。我就那阵有功夫，你去晚了赶不上啊。那你打家什么时候出来的？2:30啊，就剩10分钟啊。等到电影院我这么一看呢，2:40，5:30。不，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？我想用10分钟赶到啊，这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。车坏了？撞人了。撞人了？一共仨。撞了仨呢？不是一回撞的。是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。要怎么说这耽误功夫呢？那没那不耽误功夫啊。最后撞这人我这个乐呀。怎么撞了人你还乐？他可乐嘛。啊，怎么我呀，由打观音号来，嗯，快到卢庄子那儿了。哦，我骑得挺快啊。嗯，前面有个三轮车，哦，他要靠边站住，往边上一挤、嗯，我没地方去了。你怎么样？一拨把，蹭一下子上便道了。嗯，整撞上一老头。嚯、
也搭着劲儿猛点啊，前轱辘等撞老头后腰上捅一下子，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。好家伙，药铺里边人吓一跳。嗯，啊，您买什么，老先生？嗯，老头说什么也不买，我是撞进来的。这劲头够瞧的。老头出来，我赶紧得赔。不是，我说老大爷，我说您瞧这怎么话说的？您瞧我就把您给撞了。您瞧我这有事，我给我爸爸请大夫去。一忙啊，这就把您撞了。您看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？嗯。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，给你爸爸请大夫去，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？这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，你不给撞坏了？哪儿的事啊你？老头走了，嗯，你这可乐不得了。这您就别乐了，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？到电影院一看呢，中场都开了，没票了，你就白赶了啊！回去吧，回去您别骑这么快呀。是啊，我不想骑快了啊。嗯，不成啊，到时候他斗气儿啊。谁斗气儿啊？我不是骑车回去了吗？啊。刚过了天祥市场，哦，后边来辆大卡车，我滴滴直按喇叭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在马路当间了？废话，我骑车不准我走马路，那是快行路，是我骑的不慢呢，那也不行啊。哦，打分滴滴让我躲开，开过我去，嗯，赛我呀，休想，反正你不敢撞我，嗯。越问喇叭越不躲，嗯，我越骑越快，嗯，这是玩命呢。哎，到寺庙中那儿了，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，结果把他放过去了。人家怕出危险，放过去啊。好嘞，我后边追你，咱们俩赛赛，道桥谁快？我这是斗气儿。说真的，嗯，汽车倒是比我快。废话，到了百货公司那儿了，他赶上一红灯，他站住了，我才把他追上。你这管什么呀？绿灯一变，他走了，我盯着他，嗯，一步不离，我紧粒追你，看咱们俩谁快，还追，一直到夏天仙那儿，嗯，就瞧他那个汽车后边红灯一亮，猛听咔嚓一响，汽车撞人了，我撞汽车了，你怎么撞车上了？他站住，我没站住啊，你捏闸呀？我那闸不是不灵吗？那你问谁？哎呀，这下子把我给摔的，嗯，当时我都爬不起来了，哎。这趴了半天呢，电车站住了，下了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。哦，我一瞧他，我又乐了。怎么摔得这样你还乐呢？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。老头一瞧啊，嗯，哦，你呀，嗯，又跑这儿玩命来了，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？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。嗯，我一瞧我车坏了，你瞧，我把那开汽车揪住，哎，干什么？让他赔我车，让人家赔你车，开车的不讲理啊。嗯，他说我撞了他了。对呀，啊，正在这么时候警察过来了。哦，哎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怎么了这是？嗯，哎，我警察同志，你看没，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。嗯，让他赔我车。哦，他把你车撞坏了，你是在汽车头上走，是在汽车后头走？嗯，我在汽车头上走了。嗯，你在汽车头上走，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？我说是啊，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？我说那你问他得了，还问人家呢？甭问他了，这事儿我全看见了。你说这问题怎么解决？怎么办？怎么解决？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吗？是，早就应该这样啊。推的车不修理，哎，修理好了，推出来一片腿儿，又骑上了，又趴下了。怎么又趴下了？前叉子折了。是，刚才撞的吗？又推的车不焊叉子，嗯，车也修理好了，天也黑了，天不早了。我刚骑上车，那警察又把我拦住了。你又骑快了吧？不快，他诚心找茬啊。怎么？他让我点灯。你说马路上那么些灯，我点灯干嘛用？这个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啊。我不是没有吗？那你买啊，你给钱。对了，这我凭什么给钱呢？本来嘛，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。谁让你买摩电了？你买的油灯不就行了吗？不是有灯就行吗？啊，买纸灯了。哎，那纸灯了不好拿。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。你看这个别扭劲儿，花五分钱买了纸灯了。嗯，点着了，骑上车，一手扶把。你怎么一手扶把呀？一手拿灯啊，还净干这全事。刚走几步，有个蹬三轮的冲我喊：“嗯，下来，下来。”我心说：“嗯，
老实在待会儿好不好呀？哎，他还嚷，灯！我说你瞎子，瞧不见，这不是灯，着了。废话，不着那叫灯吗？你瞧我，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。不着着呢吗？连袖子都着了。那你这怎么样？你下来推着走吧。推着走？大江大浪都闯过来，我还推着走？马路上没灯不能走。我钻胡同。哎，胡同里没灯更危险。不管那套，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，走不远。哎，对面的又来个警察。那你就下来吧。下来，我趁他没看见，莫回头来一拐弯，滋溜进了。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。你到家了？掉臭沟里了。哎。相声南来北往由中国广播文工团侯宝林郭启如合说。您每天在这地方表演吗？不，这是偶尔来一次。偶尔一次啊？对了。经常在什么地方？